这个是个两房两卫，超级大哦。看一下这边是厨房，厨房这边写的很漂亮哦。然后厨房还带窗，看这小区，特别大的一个客厅。那我们走一个后卫，这是第一个洗手间，白色调的。然后里面是淋浴 shower， 洗手间的对面就是第一个卧房，是面对小区的。里面有 closet， 这边有个鞋柜，是一个主卧，主卧自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 closet， 还很深哦。然后主卧里面有自己的洗手间。就是一个基本的 entry。